Yaho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gi， 已经好久没有玩 Minecraft 了。感谢萌萌帮我剪辑精华。今天呢，我就是看完那些影片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要振作起来，不可以再继续哀嚎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做一张床。对，希望不要再一直画面卡卡的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还好吧，大概啦，大概吧，应该吧，猜猜啦。有了，有一张床了，太棒了，可以睡觉度过晚上了，终于可以睡觉了。哎咻，先睡。你们看我死多少次了，有成就哎。好，我是为了毒蜘蛛。然后我有特地去上网查要怎么做一个良好的毒蜘蛛宣怪塔。然后因为有很多红石嘛，想说来用一个比较好的，先穿上我的装备，比较好的升怪塔，不可以再一直死了，已经有装备了。首先要一个红石砖，然后要很多个红石中继器。我想我算一下，我有画一个小稿，76，大概先做个10个红石中继器吧。要做这种，不能一次帮我放很多个吗？等一下，他说要怎样？这个，然后这个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我没有在算哎，我只有画了一个稿，可是我还没算。所以8、9、10个，10个应该够吧？好。先这样子，不够再做吧。我没有再算啊，还要粘性活塞，要看一下，两个，我有做小笔记，两个，粘性活塞怎么做啊？哦，我现在没有史莱姆球，所以这个跟鹅卵石跟木头啊，要铁是不是？是要铁吗？再看一下，有粘性活塞哦，不用哦，这样。哦，那活塞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再一个，还有一个红石灯。我之前好像有打到，只能做一个，好穷。红石灯，没关系，这个要，荧光石是这样做吗？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有了，赞，好，我们出发了，也白天了，我们可以有。良好的升怪，那怎么烧起来了？忧郁的旧家也清空了，反正他现在住我家嘛。挖掉，啊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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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好。可恶，又要重爬了，都挖掉，都是我的。下去。怎么弄得好厉害啊？好，我们得到一个乱码的书，我们要来做那个很快打。然后我看一下，他说空间是要。是这样算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啊，总之围起来就对了啦，烦哎。那这个也弄小一格好了，省一点材料，我很穷。我记得去拿多一点石头过来。我有挖很多石头了，我私底下挖了很多石头在这里，你看两排这么多，包包，好多东西，我们先把空间围出来，然后高度也是9个，差不多了，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啦，没有人会在意的。
应该是跟他水平了，对不对？一，再高三格，然后第三个，生出来了 ！Oh shit！ 啊！干！呀呀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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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！我在哪里？我。他不见了，还不够亮吗？要死要死要死！等一下，我们要喝岩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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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下去下去啊！至少不是被毒蜘蛛杀死的。是高处跌落伤。我不喜欢下雨，可以把下雨弄掉吗？这样算作弊吗？好像有，好吧，算了。行嘞，就看。吓死我！中毒了。擦亮，擦亮。走开。还有哪里？下去不要。好。好，我马铃薯很多。我在种马铃薯田了，没事。没事。下雨。下雨好烦哦。为什么那么快就长出来了，讨厌欸。啊，这边我有把那个水缩成一格了。就可以多一点点地方种东西。让我再把这边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你怎么来的？我的剑！啊，对对，我要睡觉，我有床了，我可以睡觉了。我可以睡觉了，晚上睡觉。不行，有怪物 ！No， 你在这里，我看着脚脚了。要死了啦！来，我用蘑菇宝剑跟你对，真的很恶心欸，蜘蛛！哇，蘑菇宝剑好强！我们要继续赶我们的工程。然后，因为你们应该有注意到，忧郁会乱跑，所以我帮他做了水疗，让他可以做 SPA。毕竟不然他就一直只能泡在鞋里。我在讲什么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不行！哇，击退好猛哦！击退好猛哦，是吧？好棒哦！你也给我下去！耶，好开心哦！哇，我应该要多多用了。他不是用蘑菇就可以换的东西吗？太棒了！我要善加利用这里的 NPC 啊！它不，石头不够了。啊啊！那我们就来弄下面，既然掉下来了，那我们就来用下面。会不会突然生出来啊？好恐怖哦！又没有石头了，真的好快哦！烧起来了！等一下！不要！不要收！那帮你加一个盖子，等一下，这样子。好，岩浆还在，好，不要烧起来！啊！等，好，我这就砍了你，不要烧！啊，没了，还聊聊啊！啊，不要烧！啊，不要！等一下，烫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水。身上有水啊，可是我后面还有小麦田。有了吧，都弄掉了吧。啊啊啊啊